三年，请你莫走。我无想看到你。三年，我怕真无简单才约你出来，我就是想要看你，想要跟你讲话，请你莫安尼好吗？你若是想要见我，你先做摆公民正大药啊。 三年，爸爸若是用我以公营去送你来用你，你敢愿意出来跟我见面？三年，爸爸就是惊你记错我，而且我嘛唔知影要安怎去往告找你，所以爸爸不得已。 才用这个方法，请你莫生气。你想我的时阵，就来找我；你想我的时阵，就必须讲我。不管我囝还是我，你莫傻傻跟我讲什么爸爸，我无你这种爸爸。我知影无论我怎么讲啥，你拢听袂。 爸爸是你，一切拢是我的不对，所以我这边回来，就是以做你的行为要回来赎罪，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好好来补偿你好吗？不，我爸爸已经真惯死了，你也是回去，找你那个高贵、高洁的太太。站你。 我要认爸爸，爸爸袂怪你。啊，不过请你予我知影，这几年来，你过了有好？你甲天主的婚姻有美满无？王家的人对你是好还是无好呢？三妮。 你哪唔讲话咧？是不是王家人对你无好？我过了真好，王家所有人拢真疼我。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三妮，你带一条破链，真好看呢。 三年，这是爸爸头一遍买送你的生日礼物呢。我拢用几岁啊？这竟然是你头一届送礼物给我。三年，三年。张处长，请坐车。 交代阮找投顾办事处，拢已经完成啊。会得等恁开播啊，董事长，即马有想要过去看一下无？没啦，一路飞机都看来遮，还袂晓，明仔载再飞去。是，还佫有新公司的网站嘛，是做好啊。基本资料内面董事长的账号加密码，只要你登录了后，等恁伫遮浏览加密区的资料，内面有台湾的。 经济、大道主方面的情报，拢是详细的资讯。没啦，有啥代志明仔再讲。三妮，三妮，不是啊，你不打电话伊讲。
讲，咱要载爱食手榴菜来替伊过生日。我想讲，伊应该伫咧厝诶啊。我得甲伊朋友替伊过生日啦。我本来想讲哦，三年一个人伫咧厝内底哦，会足寂寞诶。啊，我敲电话天助叫伊做伙来咧，想要到伊无伫诶。唉，即卖少年人哦，也足无闲诶。当恁少年时阵，毋是逐工咧外口跑跑走。我就来啊，伫遐等一点钟啊。好啊，等伊回来做伙食啦。啊，我肯定是帮阮新妇福气，才有在了，才咧煮个手榴菜。山妮甲天佐是去约会啊，看来是咱两个在加操烦。是啊，也不是爸打电话转来，咱两个讲讲，我等要等。天佐约山妮过生日，山妮肯去，就表示讲伊还阁真积极伫咧争取。天佐处理感情的代志爱拖拖拽拽，我真正需要山妮较积极的，才有机会破解掉。这点哦。恁好像是甲你一模一样。诶，有影嘞。当初若是你这么啊积极甲我追求，我嘛无可能有今日幸福啊，对吗？是谁了谁？你搁讲一遍。歹势啦，小讲唔对话。当当小南瓜的头牌，要哪可能钓七只山鸟鼠？当然是山鸟鼠，钓你这个头牌钓甲扁扁喘啊。我才扁断甲你坐嘞。实在，今日起做大案以后，还个人陪在身边，安尼牵手散步，会感觉较是真。当初我嘛真希望你紧回来，虽然咱即下无当做伙，但我相信咱的心也是刚刚捡做伙。当初谈恋爱，就是这种甜蜜的感觉。每摆见到你以后，我心肝也真欢喜。我更加期待咱后一摆见面时。那呢？那伊我卖带做伙就好啊。袂用个，到一天我若做够你感动，我一定要来娶你嘛。李叔啊，我想讲哦，趁还有体力时阵，阿妈甲孙娘帮我添做。啊，咱两个就来世界行行看看啊，游山玩水，过清新的日子，你看喏。讲较简单啦。当我即马带来的事业越搁咧发展，这几年哪有可能有闲？敢无你拢袂忝？忝啊！啊，不过有遐尔侪股东啊员工可能食清，那当话收就收啦。啊，这段时间你咧台湾无闲，迄边敢有人替你照顾？有啦，其实迄边我某一个股东暂时替我处理一寡代志。
既然股东，你敢无拍算要退股，专心经营台湾这边就好啊，较免垃圾上头烧嘛。今嘛讲这还阁伤早啦，我要把时间去大陆给参详，刷来再来做决定。是讲老师要我，我应该陪你去。你真正拢唔放弃一点点机会呢？我相信只要我有心，百分之一拢有可能和我甲幸福找到。我唱一首《世界名曲》，你听无？你讲是快乐的出旁哦。无，我最近有一条新的，叫《双人枕头》。双人枕头。放心啦，这件代志我已经安排落啊，无问题啦。林康请你饮酒，咱再偷偷讲啊，拜拜。起来。林总，我问你，来我开我的协理厂商，你敢拢有照我的交代来安排？这件代志要处理好，签约资料给我看卖。这间不是你交代的那间。你今晚是安怎？我交代的代志你也敢拍折啊？我查过啊，你厂商所有物件都无符合规定，而且业界信用嘛不是真好。我今日接落来做，以后出问题。你是刁哥，又要找我的麻烦？我已经帮邓兴康挂保险啊！你安尼吵我是要安怎对人交代啊？不是白纸，我你拍的契约拢无遵守，你连照实甲对方讲清楚。你，好啊，无你讲啦。今仔吼，你是找倒一间啊？是李阿玉，李玉兰出去。你爱用的营造厂，我唔对，这家人信用无问题，资历嘛有够。我听你咧讲，你根本想要偷你阿兵啊！你爱用即马就算了啦，你的工程哦一定会出问题啦。你来我开完交易哦，根本是用头毛来气火。啊，这样平平看起来，当然是你的营造厂较有信用、较有经验，所以我决定给伊来申报。我是总经理，代志是我咧裁决，不是你讲的准绳。歹势，不是我要给你面子，是党的，要我全权负责。小姐一个人在这饮酒，敢会伤笑无？我敢有叫你坐哈？无啊，啊，这间店是你包的哦，啊，是安怎我袂用坐这？行啦，王天祖过去对我这么照顾，再念伊的情分，我不然袂对你安怎，我过来叫你一声嫂啊。我跟你无交情，莫跟我讲些啥。啊，你一人半暝啊，走来这饮酒，敢无想要找人，为你改这优秀的啊？哎，你先冲上。
你心情不好，我了解啊。那王天卓甲李佳佳即马已经同居啊，你当然嘛会郁卒啊。尤其哦，是暗时啊，一个人哦，就空房，一种空虚哦。 我就愈要甲伊嫁看卖。喂，陈总，请你来救我！，我就用你啊，陈总，今日救我，我就爱好好拍，今日救我！ 喂，天叔，你来这里，我刚被等来，我有助理要接小雅，你等你呢。佳佳，我今麦急事，你别等我了，我看我要回去。什么代志这么着急吗？哎，今麦讲不清楚了。喂。 我若爽，我的两只放你走。若袂爽，我起配面，我就准备甲王天佐做表兄弟啊！三弟，三弟，你是谁？ 是嘞，你若是无来，我就准备要叫你表兄啦。总的，但是也是武大，等下一边搞那边过。 天佐，咱就想拍死啊！放下，三弟，你完做无？哪里有三弟回去？我搁要你。 你拢莫管我了，珊妮啊，你的胃无好，哪个地方会坐啦？你搁会记我的胃无好吗？你的胃病，大部分原因拢是阮家，我了压力造成的，我哪可能袂记？珊妮啊，珊妮，你好。
好照顾身体，好好保护家己，都不会烦恼的。恁大家不是拢无爱我，拢无爱管我，一个一个离开我，把我一个人孤单去。从每一个爱我的人拢离开我，我妈伊上爱我，结果伊给我等候伊，伊妈讲伊上爱我，结果伊走去告我，阿哥你。讲你上爱我，结果你煞选择吃吃。明明我遐尔侪人伫咧爱我，是安怎？我是一个人伫咧孤单伫咧过日子，是安怎？感觉恁大家拢伫咧骗我。三弟，你放心，我惊。你说走来，走得很久吗？三弟，你爸等着找你啊！你别怪我了，我跟你讲过话，就讲我家己啊，你别再惊我好不好？你走，三弟，你走啊！姐姐，没有我了，我在。我来攻，我来攻。殿下，殿下攻。真是爱我，三妮，你也好好休困。来，我回你去房间休困。来，你不爱离去，我就不要。所以你还会记我生日，啊，不过你看你，够快乐。喂，妈，那这年我再回来啦。我甲恁爸，我走去恁遐要甲你过生日呢，结果伊伫等无人，就先转来。好佳哉，还袂过十二点。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妈，多谢你。戆囡仔，桌顶的鸡卵糕爱会记你食哦。较早睏的啦，明仔载还阁上班呢。嗯，我知影。晚安。
顶把我禁掉。 却含着泪水，任孤独地飘零。
还没困啊？在等你啊！你是不是去找山妮？你的情话，我无想要跟你玩。是你真应过啊！我安尼问。阿妈年岁已经真大，而且身体阁无好，我袂一直予伊操烦。你莫安尼逼我好不好？我逼你，即摆你是甲上多做伙？是安怎陈山妮过生日？你着心甘情愿要送伊礼物，哪咧我咧，都要有套有本的哦。你讲，你是不是去替伊过生日？我唔是去替伊过生日。山妮的爸爸拄着麻烦，打电话我，我敢袂见死不救？伊超工的啦，还是苦药给你看袂出来。伊就是唔甘愿，互你放肆，所以才会受坑受胖，借机会要接近你，甚至诱拐你。你话莫讲，咱就歹听好不好？三年不是这种人啊！伊的神经也无这么重，上早伊卡你手机啊，互我接到的时阵，要超过伊讲什么？多谢你送伊生日礼物，是咧搞我等，还是咧示威？我无送伊礼物啦。无伊哪会安尼讲？还是伊真是遐尼鬼头鬼脑？我若真正送伊礼物，我连大方甲你讲，佳佳，你若什么代志拢这样搞妒忌，我嘛跟你讲袂顺车。你到底有送伊礼物无？真正无啊！哪安尼哦？但是陈山你的手大，有够卑鄙，竟然要安尼来送人咱两人感情。伊的个性我想了解，无得看，只是一个误会。你咪什么代志，拢无怀疑啊！你无需要咧替伊讲话啦，不管伊是咪超工的，害咱两人冤家的人都是伊。佳佳，山你无做啥物唔对，对我有情，对阮王家有恩，我拢已经讲要跟你做伙啊。先做，你八点半用八块，啊，真哩，当然是普通朋友就好。王天佐，你跟陈山你已经离婚啦，搁安尼搁固定，对我搁有公平？李佳佳，山你嘛真爱我，啊，不过我跟山你跟你做伙啊，哎，对山你搁有公平？我忍了足久啊，我忍耐，莫小憨度的。经过医生同意啊，建志，咱来等好无？我搁有出些代志还袂做呢，我已经剩无偌济时间用咧浪费啊。婷婷，你倒好啦，好不好？来，妈，爸，有较好无？体力就好啊啦，也毋是外人啊。哎呀，搁你叫阿伯阿母。爸妈，婷婷啊，即摆已经是阮吵架的新妇啊，
我和你爸哦，家己新房拢整理好势啊，啊，出院了就搬来和阮做伙住，知影无？嗯，我弟的吼要照顾起来，安尼嘛较好势啦。不用的啦，恁是我的大家官呢，应该是我有好人才对。阿炮啊，阿妈讲两句话。哦，对了对了，今日你妈妈讲的无唔对，唔免遐计较。既然嫁来阮蔡家，安心啊做你的小奶奶吼。感情，恁一定爱经济真浪漫的所在度蜜月哦。到没问题。嗯，没问题。那我先来坐。嗯，坐下。嗯，拜拜。前去对港快，相相对对。小麦啊，真好啊！系啊，哦，回来哦，有咧准备啦，哎，你免操烦，哎，啊，到时吼，等下你回来做一个现成的主婚哩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来交代小麦，是，啊，回来，你当时会回来啊？好，哎，到时你若决定吼。一定要通知呢，我来机场接你。好，何老师，拜拜。妈讲，但是要回来。后礼拜啊，后礼拜就想要死去啊。小妹，爸妈，有人巡捕你，给带入门啊，搁在叫。阿奇，麻烦你帮我煮两杯咖啡。好。亲家啊，歹势啦，迄天本来想要当面甲你说多谢，多谢你成全这个大炮甲婷婷的婚事。不过伫婚礼时阵，我四处找拢无找到你的人。免啦，我无咧福气啦。以后也卖哦，亲家当亲家对叫阿娘亲啊。离阮小麦嫁予恁建奇进前啊，上好是保持距离，以策安全。亲家啊，真正我足歹势，也毋过我带进步，等下才用性命甲你挂保证。阮蔡家欠小麦，一定好好甲弥补，全部拢甲补倒转来。亲家，你毋甘小麦的心情，阮拢会当体会。这摆安尼先做，确实是不得已的，请你一定要体谅。阿婆我讲的无唔对，阮一定会尽全力去弥补，想办法去弥补给小麦。这种代志是要哪弥补啦？
爸妈，别管伊了，这是我家己做的决定。麦菜，好，来，坐好。爸妈，恁两个好不？结婚的头前，天天都不用送去病院了。大老那么陪伊陪到天光，天天还清醒。天天去住院，天天的身体可能无法度动遐尼久。医生是讲过两个月，不过我看伊倒伫个病床顶，连讲话的气力都无。希望天公伯啊，会当给予天天一挂时间。